我已经不是，我你感觉真骄傲的后生咧？你是啦，你在我心目中哦，就是壮，上重要是卖失志。阿姐，咱分开已经五年啊，我真正就想你。文瑶，罗家峰，啊，这位是阮哥的朋友，伊叫罗家峰，伊叫吴信贤，伊是我的男朋友啦。我不准你跟伊见面，我是无可能放弃靖宇的，更加无可能跟我同款做你的家里人啊！咱真公看到你死啊！现在明天后天就嘛。你别乖，你别伤害我，你别乖，别乖。咱清楚你话一讲，做麻烦的人根本用起你玩笑人，这一切是不是自导自演？宋丹青这个查某的囡仔，刚到家就是无缘。对我来讲，你是杀人凶手。而且没一条查某。既然跟他对镜的 K 卡打去了，但我跳破吴静玉的假面具，吴信贤，你就知影你杀掉的是天杀是魔鬼啊啦！你卖不得遐话讲啊！吴静玉，你的红仔，就是已经都做为永兴集团太祖爷罗家峰。不是，我不是你讲的款啦，我不是。你知影的真相愈多，对伊就愈小心。